果然我们今天再次因为时间短，一个人爬完一整台电机。但就在我们准备爬下一台电机时，蛐蛐然，我来。先是队友就然，我们接着爬电机。就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。同位老司机，没有你的剧，我有我的球啊！还记得我们曾经无数次回旋绕猴拉球吗？虽然逃跑很重要，但不浪费手中的球更重要。趁亮在长时间学院，我们就然眼看着对方开始拉锯，再帮队友扛一下，留着啦。就是队友倒地，因为距离太远而球很短，我们想办法缩短距离再飙车。很明显想成功就要队友，我们需要这么办，走你。看到没，就算倒地也要倒得与众不同，一套空中转体三周半，落地干净无水花，一气呵成，连我自己都忍不住想给自己鼓掌了。别看我们倒地了，但我们丝毫没有存在感，于是溜溜啦。趁队友救人，我们补最后一台电机，再发个信号，现在只要等队友倒地就可以啦。走你！虽然不知道最后几个人逃了出去，但肯定赢了就对了。再见。